上一次讲到，知故不改，知善不为，这个两句话实实在在是事出世间修行的关键。问题就是知，知在佛法里面讲的就是觉悟啊，佛法讲开悟、觉悟，什么是开悟？什么是觉悟？知道自己的知故、知善都是觉悟，改过行善呢是修行。啊，如果不觉悟，这修行就难了。啊，不知道从哪里学起。啊，所以知很不容易啊。世尊为我们说法49年，其目的就是教我们知。啊，能够知道事出世间一切法，正妄、邪正、是非、善恶、利害，无非是帮助我们知。见性了，那就全知了，就不必人教了。没有见性的凡夫，凡夫诸位在经上看到有内凡有外凡，都称作凡夫啊。内凡是六道以内的，这六道凡夫称内凡，外凡呢是称这个四圣法界的。换一句话说，你没有超越十法界，都是凡夫啊！一真法界里面才叫圣人，那是见性的。没有明心见性，都是凡夫。凡夫对于事实真相认识不清楚啊，所以佛菩萨慈悲教诲。帮助我们认识啊，实在是这几句话在层次上讲有浅深不同，最深的是辨别真妄，在下面一等，这是邪正，是非、善恶，最粗浅的是利害，这最前进的，什么对我们有利，什么对我们有害，能辨别的人也不多啊。因此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对人、对事、对物，言谈举止，犯那些过失，对自己有害呀！什么样的言谈举止对我们有利，什么样对我们有害，知道的人就不多。利是什么呢？利是别人欢喜赞叹，用现在的话说，对我们有个好印象。别人对我们有好印象，我们做事就方便了，就会得到很多人帮助啊。
啊，害是什么？人家对我们坏印象，啊，给人坏印象，啊，将来就是做好事，也得不到人帮助，也会遇到许许多多的障碍。这个道理要懂啊。所以知过知善这个事情我们不能看清，这是大事业障啊。等觉菩萨还有过，还要知过还要知善啊。他有什么过呢？我们在经上读到，他那一品生相无明没破，他有过，他还要去求学求知，如何把最后一品生相无明断掉，到如来果地上才没有过啊。过尽善圆满，等觉菩萨善还没有圆满，还有过没有除掉。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了解事实真相，虚心求学。啊，《华严经》上诸位看到，文殊普贤还是虚心在那里求学。啊，我们怎么可以自以为学得不错了，自以为到家了，表现在外面的态度功高我慢，这个错了。所以古圣先贤儒家佛家教小朋友启蒙叫谦让，啊，三字经里面讲的容四岁也能让礼，那是教育啊。四岁小朋友就懂得谦让啊，哥哥大吃大礼，弟弟小吃小礼。现在教育不同了啊，我们在美国看到儿子跟父亲争电视啊，都要看电视，儿子要看大电视啊，问他小电视的你为什么不看？我要看大电视，你们大人看小电视，你看看有什么法子没有教养啊，不懂这个道理啊，这个社会竞争，这一竞争就糟了，社会永远动荡不安啊，彼此互相竞争，彼此不肯忍让啊，一点谦虚的心都没有，自以为是，别人都不如。我们今天是干什么？我们的学佛，学佛为的是什么？为的是救苦救难啊。苦难从哪里来？苦难从思想上来，从见解上来，今天想法看法错了，我们要想帮助他，自己先要做示范。释迦牟尼佛要帮助娑婆世界苦难众生，不能不示现苦行啊！
学佛一定要过这么苦的日子吗？不需要啊。华严经上离世无碍，世事无碍，哪里一定要过这个苦日子？他为什么一定要过这个苦日子？把自己物质生活降到最低的水平，给别人看了，把精神生活提升到最高的标准。处处谦卑礼让，一切好事先让别人，自己退居在最下位。那么他要用世间人的话来说，他有没有得到报偿呢？这个报偿我们人人都看到啊，几千年之后提到释迦牟尼佛，哪一个不尊敬？释迦牟尼佛的教诲，哪一个善知识不是不肯依教奉行呢？这就是释迦牟尼佛苦行得来的报偿啊，恩泽永留世间。天人示范，天人导师，他是做给我们看的。最重要的是做给学生看的。我们这些做学生的人都能以他做榜样，都能认真向他学习，我们在做给社会大众看。要真有这个心，肯改过，真有心肯修善，这个人就是佛经上常讲的善男子善女人。善男子善女人真正有心改过修善，要想改过修善就要求学。记住，没有证得究竟圆满的佛果，都有过失，都有修善的必要。我们在经典里面看到，即使证得圆满的佛果，断恶修善还是继续在干呢。没有停止下来啊。这是为什么？这是为教化众生。佛的恶断尽了，
善圆满了，为什么还要事先断恶修善？那是教学啊。确确实实自己没有恶了，事先断恶，善圆满了，事先修善，慈悲到极处啊！从这个地方呢，我们能体会佛的恩德。超过父母，没有能够啊相比的。啊，佛恩之大，我们如何报佛恩？用什么方法报佛恩？啊，报恩你要知恩呐。不知恩，就谈不上报恩了。啊，首先你要知恩。没有人教诲，我们怎么会知道佛恩？啊，佛对我们有什么恩？报佛恩只有一个方法，依教奉行，这是真正报佛恩。这两句八个字是总纲领啊，在佛法里面讲大宗持法门，佛法里面讲的看破放下，看破就是知，知过知善是看破，放下是改过修善功夫。所以这两句话我们要牢牢地记在心上，知过能改呀，知善能为呀，这个人就是圣贤。啊，从哪里下手呢？佛教导我们从十善业道下手，这是教一般大众啊，教化一切众生，知过，什么是过呢？识恶是过，什么是善呢？十善是善，皈依佛门，发心做佛的弟子，佛对我们的教诫三皈依。五戒，这是根本呐。三皈是教我们回头，这个里头也有过，也有善。什么是过呢？迷邪染是过。什么是善呢？觉正净是善。
这个意思深啊，太深太深了。弥歇然的习气，无量界就养成了。这一生可以说，从父母生下来，一直到现在，我们都是随顺弥歇然生活。错了，要知道啊，要寻觉真经。那觉真经我们不知道，什么是觉真经？佛在经典里面一切教诲就是觉真经啊。所以我常常啊勉励同学们，经典是我们信德的流露，我们决定不能把释迦牟尼佛看成普通的人，那你完全看错了。释迦牟尼佛是信德圆满的流露，谁的信德？自己的信德。我们睁开眼睛也看到芸芸众生在那里造作一些罪业，这芸芸众生也是我们自信流露出来的，是自信弥歇然流露出来的弥歇然变成六道啊，觉真经变一真法界，变四圣法界。所以净虚空变法界就是一个自信啊，这个道理深，懂得的人不多了。可是修学大乘必须建立在这个理念的基础上在大乘修学里头才少障碍才容易提升的。净虚空变法界是一个自信你看唯识学家，净虚空变法界唯识是能变，境界是所变心中比相中讲的更究竟更圆满，净虚空变法界是一个自信祝福化身大师是信德圆满流露，设法界六道是信德里面弥歇然的流露我们如何把弥歇然改正过来为觉真经，这是你真正皈依了以自信三宝我们才能真正得度，究竟得度所以知过能改，善莫大焉。好，今天时间到了，也讲到此。